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北京时间12月22日，奇才球星威少第四代签名鞋 Jordan Why Not Zero 0.4 Jordan 官方正式发布了 Baller。 简单说一下配置：中底前掌双层 Zoom Air 缓震气垫，取消了上一代的魔术贴设计后跟，增加了巨大的 TPU。 咱们重点来说说配色，官方公布的四款配色，最早是1月6日发售的 Jordan Why Not Zero 0.4 Upbringing， 灵感来自威少的洛杉矶童年。威少还带着他的三个孩子拍了一组有爱的写真，看得出来是个好爸爸。威少四代也会有童鞋，接着是1月14日发售的 Jordan Why Not Zero 0.4 Family， 致敬威少的家人和挚友。黑金配色几乎每一代战靴都有，说明威少是个重视家庭的人。还有1月27日发售的 Joe Retain Why Not Zero 0.4 Fast Jordan， 与日本知名时装品牌联名，同时也有系列服饰推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普通配色发售价1099，这双联名款售价1299。当然这款的用料也比较好， Baller 简单找了几张图大伙儿看一下。男模威少这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 Fastasm 的条纹元素很有个性，以及2月25日发售的 Jordan Why Not Zero 0.4 Trust and Loyalty， 这个配色以象征着本真自我的蓝色作为主色调，时刻提醒自己对至亲之人保持真实。从球鞋的海报上也可以看出很多威少的元素，包括他儿时的挚友 KB3 以及 MVP 0号4等等。威少今日的训练中已经上脚了威少四代，不出意料的话，奇才揭幕战他也会穿新鞋。这样一双威少四，你觉得是进步还是退步？每日球鞋资讯抢先看，私信球鞋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